你们回来了，刚刚袁绍大人派人送来了这样的文书。袁绍送来的，快拿来。奸贼董卓罪不可恕，有志之人请齐聚洛阳，诛杀奸贼。哎呀，真是狂妄的檄文呐！ 不过，倒也挺符合袁绍的风格吧。孟德，这就是你所做的安排吧？嗯，我一旦失手，董卓自然会怀疑袁绍，因为他恐怕也知道我与袁绍是知己。如此一来，袁绍面临危机，就不得不行动了。 为避免他临事而迷，我指出了一条路：以名门袁氏之名，广发檄文，统帅英杰，借其力量诛杀董卓。哼，袁绍也规规矩矩地照样执行了。竟然考虑到暗杀可能失败，做好了如此打算。哎呀，真不愧是主公啊！ 但是此事耽搁不得，董卓必定会威逼利诱，试图分散诸侯，必须在此之前与他决一雌雄。原来如此，我知道今后的方针了。不过孟德，你打算如何安排自己的军队？除了士兵，还需要准备武器和兵粮吧？ 典韦，我说，这样真的不要紧吗？让我这么一个粗人守在主公身边。典韦，你不必在意无聊的事情。孟德是看中了现在的你，才做出了决定。过去是粗人，就永远都是粗人吗？并非如此。你得到了孟德信赖。 就与过去不同了，典韦。夏侯惇可是极少与人深谈的，看来他是相当欣赏你啊！再问一次，你愿意加入我的亲卫队吗？我明白了，我一定会拼尽自己的性命，保护主公的安全。 李典大人，您似乎十分重视自己的预感，为什么您会如此相信感觉呢？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相信，虽然我也知道原因，但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也很烦恼，无法解释清楚。哦，我又有感觉了，袁进。 我也相信这种感觉。谢谢你，李典大人。我也相信这种感觉。喂，曹仁，你现在为何如此拘谨？你以前更加那个吧？怎么说呢？明明很年轻气盛啊！别。
别说了，吾已经挥别了往日的自己，请不要旧事重提了。I'm going to get so many characters to be able to play after this, but I'm just going to play Xiao Dun, particularly because I think you need to start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I assume. I don't know. Listen to me tell you about Cao Cao's great thing. He's a strong person of justice. He can't accept Dong Zhuo and Luoyang doing so. He'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whole world. Oh, he's really far ahead.太让人感动了，不过这种信念未必能坚持多久，不知受挫后还能否保持原来的心境。He handles it better than Liu Bei does, I'll tell you that. 曹操大人曾试图暗杀巨奸董卓，真可谓果断，果断之事啊！正是这份气概，召集来了如此众多的将士。而我陈公台也是其中之一，我一定会为曹操大人立下大功的。 Oh really now? 就是这些人了，孟德，足够了，祖父给我留下来的积蓄也全都被我散尽光了，这些士兵就是我现在的全部实力。出发吧。不要让袁绍等得太久。前来助阵，愿与您并肩作战。文烈，我记得你应该在吴郡呢，这么远的路你是特意赶来的吗？听说叔父不大人起兵的消息，我高兴的都坐不住了。再说只要同在一片天空下，不论相距多远我都不以为苦。好啊，你能来参战这可是意外之喜。文烈，你是我曹家的千里驹，今后就在我的麾下做先驱吧。是。曹文烈，愿成为曹操军的先兵。我愿驰骋沙场，铲除阻碍主攻前进的敌人，请多指教。The more places I unlock, the more fast travel opportunities I have in front of me. Whoops! Bye, horsey. Splat! Game over.I forgot I was badly hurt.太出色了，夏侯惇。
夏侯元让夺下！ How dare you wear blue if you're gonna fight me? This is gonna spam forever or something or what? Alright, looks like it's done spamming. I was about to shoot all these boat captains and maybe that would stop them. Be nice if it told me how much. Like, it's only 1,000 more than the one I already have, which is a quality tiger fang, which is a rare, so maybe, I don't know. But that was 1,000 more. Thank you.
泗水关方面正在与敌将华雄进行苦战，这样下去恐怕难以突破泗水关。可恶，吕布倒也罢了，竟然因为区区一个华雄就束手无策，急需派遣增援，靠兵力压制对手吧。此举似乎会造成前线兵粮不足，首先是否应该编制补给部队，确保兵站。什么？负责管理兵粮的一直是袁术吧？可恶的袁术，莫非因为自己没能成为盟主就和我闹别扭吗？亦或是出于其他打算而不愿拿出兵粮？袁绍大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事，听说董卓军正在附近的村落大肆搜刮，村民向我们联盟军发来了救援请求。哼，现在哪有时间处理这等小事。那么就由我们前去救援村落吧。嗯，你们隶属于哪个部队？罢了，就你们几个人也不会影响大局，救援村落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就作为我们联盟军的尖兵拯救百姓吧。你们几位在镇压黄金之际也从民间应征参加过吧？原来是曹操大人，那时承蒙您的照顾了。想要救助百姓，此心诚然可贵，但这只不过是当前的偶发情况，你们应该还有其他想要实现的目标。你们加入这场战斗是为了什么？总不会是为了救助偶然遇袭的村落才加入联盟军的吧？曹操大人所言极是，我想通过此战提高名声，获得力量，以便拯救更多的百姓。但是这就是我的性格吧，我无法对眼前受苦的百姓坐视不理。好了，时间紧急，我先告辞了。真是群怪人。袁绍将村落的惨剧称为小事，但那个男人刘备却甘愿为这些小事而奔走。诛杀董卓，除掉弊政的元凶，援助村落拯救惨遭掠夺的百姓，究竟哪一边才是众望所归呢？谁知道呢？但是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事情，孟德，你会放眼大局前进吧？哼，确实如此，我等只求实现自己的目标罢了。那就出发吧，主公，大家正在等待着您的号令。嗯，我知道了，剑指洛阳，诛杀奸贼董卓，夺回汉室权威。齐聚联盟军的勇士们，我们要攻入洛阳，彻底铲除董卓。上吧。我们要前去救援友军，火速行动。见识一下吧。
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孙坚军被围困在了西边的洋人城，本想尽快把军粮给他们送去，但董卓军堵住了前面的路，如果不能击倒他们，补给站就会一直受阻。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本事很有信心？那就去击倒董卓军，帮忙援护输送部队吧。董卓军就在前面，快点去吧。在孙坚军收到军粮之前，我绝不能倒下。休想将军粮运至洋人城，我绝不会让你们穿过此地。相比我方兵力太低，要想取胜就只能直攻敌军主力部队。有事吗？有事吗？什么？竟然从正面直接冲我？有事吗？看来联盟军的战术一窍不通了。是吗？消灭你们！消失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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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真令人不甘。他已经败走，我们胜利了！消失吧！消失吧！谢谢。我们就先赶去前方的洋人城了。有事吧？你表现得非常好啊，不要吝惜展现你的武艺哦。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不要逼我引人注目啊，不小心说了真心话。你表现得非常好啊。哦，你已经打通了输送部队的进军路线，老子真是没有看错人啊。怎么了？当之辈都聚到一起去了，休想越过泗水关和虎牢关。前进，前进，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撤！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似乎被董卓军彻底包围了。有事吗？若这样固守城池，到什么时候？有事吗？降龙拳吧！什么江东之虎？孙坚这个废物，只敢躲在城里一声不吭。联盟军的兵粮送到了，消灭你们！就是吧？不是大人的输送部队来了吗？
士兵们也会士气高昂。手下能重新启动兵器了，好，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吧。这是吧，混账，怎么又用上了兵器？可恶，你们不要慌，消失吧。军拿来了兵器啊，如果不能尽快破坏，他们就要突破城门了。出啊，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700 running out of enemies though。 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消失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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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man。 前途的人才啊。可恶，要是没有援军，撤退。虽然陷入了爆战，多亏有你相助，非常感谢。消失吧！如此一来，攻入洛阳的准备已经就绪，绕到西侧进军，去铲除董卓吧。啊！这一战真让人眼前一亮，敌军简直像被炸飞了一样。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是吗？不要比我引人注目啊。So I just wasn't getting anything in town, which is fine. Because this is not technically a town, I suppose I'm getting things. Not really sure it's worth it. I didn't get my traps back though for it, but that's fine.What do I need? I need another glimmering aura. So I probably need to beat that dude one more time and get this 216 attack item. Pretty cool. I can't even build a cutlass for him, or is this a cut? I mean, no, it's, I think it'd show up in favorite, I would assume.Just tell me how much. I don't even know what any of these elements do.
感谢惠顾。欢迎光临。I must have had enough. I think I had 10 at one point, and I only used one for Lu Bu, I think. So yeah, I must have given the assassin 5 of my basic stuff. 多多关照。联盟军也就能攻到泗水关了。只要有我华雄在，谁都休想上前一步。去占领那个地方，联盟军，你们来了呀！工兵部队，从城墙上瞄准射击吧！就是嘛！目标已定，全军进攻！I wonder if 999 is the max. Assist Hua Zhang, are you sure? I thought I was here to beat him. I don't think that really went according to your plan there. Yeah!
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哈，夏王拳吧，此地被我夏侯元让夺下，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消失吧！可恶！接下来只能交给其他伙伴了。张继都被击败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看他击溃你！进屋即可施了，夏王拳吧！太出色了，夏侯惇！消失吧，消失吧！太好了，成功了，兄长！消失吧！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消失吧，奇怪，联盟军真是武艺过人啊！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消失吧！哦，干得漂亮！上吧！见识一下吧！消失吧！消失吧！应打击敌人的痛处，目标在那里，上啊！消失吧！消失吧！救命啊！董卓军袭击了村子，还抢走了我们的口粮。消失吧！能够帮助我们，您真是慈悲心肠啊！消失吧！你愿意为了我们而战？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生难忘。消失吧！还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村子，没想到还有联盟军。给我上！击退敌军！消失吧！消失吧！你是来营救这座村子的，谢谢，太谢谢了！
尸吧！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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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打击敌人的痛处。消失！目标在那里，上啊！消失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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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哈！哈！嘿！哈！哈！消失吧！消失吧！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消失吧！消灭你！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太出色了，夏侯惇！消失吧！您是来救我们的吗？太谢谢您了！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怎么会这样？您竟然救了我们全村人！请收下村里代代相传的宝物。真是实力惊人，暂且撤退。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你的表现在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太好了，成功了，兄长！A little late to be telling me there's base supplies now. That's why I'm the protagonist and always doing everything because no one else can.突破此地，为击溃董卓军前进。
攻击，我们要夹击联盟军。前进，前进！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就是嘛！就是嘛！就是嘛！啊！受制吧！看他击溃你！受制吧！你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受制吧！可恶！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这一战真让人眼前一亮。敌军简直像被炸飞了一样，黄泉吧，撤！是吗？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有事吗？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是吗？目标已经确定，打乱敌人的阵脚，瓦解其斗志。实力惊人，暂且撤退。有事吗？嗯，真是英姿飒爽。明明是我再次设伏，居然会被打了回去。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不要逼我引人注目。啊，不小心说了真心话，你表现得非常好啊。They always instigate dialogue after I warp away. 好。Oh, well, it's not much dialogue, but yeah.Really? The base of supplies are in there and you can't go in there. Whoops. I pressed down D-pad to try to put up my bow, it didn't work so I reflexively hit the cancel button.
附近的部落有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听说他拒绝为官，隐居在此。他一定也不愿看到董卓的暴政，或许能为我们指点一二。钱和口粮留下来，不然当心小命不保。就是嘛，我被包围了。就是嘛，就是嘛，这怎么打得过啊？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什么？您正在找学者？非常遗憾，我没见过这样的人，真抱歉帮不上您的忙。 You're a support captain, not a sword captain. 就把钱交出来吧。山贼来了，这位大人，求您救救我吧。就是吧，谢谢。怎么，您正在找学者吗？我没见过这样的人。就把钱交出来吧。山贼来了，这位大人，求您救救我吧。谢谢。怎么，您正在找学者吗？说来我曾见过看似学者的人，他刚刚向着南边走去了。快把钱和口粮留下来，不然当心小命不保。我被包围了。就是嘛，这怎么打得过啊？
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什么？您正在找学者？刚刚我还见到了一位学者风范的男性，他似乎向着黄河河畔走去了。Does it still need to update me or something, or what? So I assume that's there. It wasn't there before.夫有何贵干？哼，为了击倒董卓，想让老夫帮忙指点一二。老夫不过是背弃了乱世的卑鄙小人，没有像你这样的真挚之心。不过老夫还是随你走一趟洛阳吧，或许能够帮上什么忙。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哎呀呀，虽然和平时一样，但真是厉害呀。是。展开防御阵型，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都精神点，跟我来。就是吧。联盟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我这就来将其彻底击溃。就是我的牙齿，这个实力还不止如此。受制吧，受制吧，女人，受制吧。应打击敌人的痛处，表示那里，升啊！联盟军，还挺有点本事。再次撤退吧，就是吧，就是吧，已经撤退了，感谢援军的帮助。应打击敌人的痛处，目标是那里。上啊！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您的气势，任谁也无法阻挡。I don't really know if I'm still getting points out of this. Now, that being said, I do know that if I continue to upgrade it, I can.Unequip some of my attack accessories, and that's fine.
大家都在追求战功，忽视了守备，没办法，就由我们来防守吧。现在去攻打敌军的要地，我们出发。看吧，击溃你，休想攻破这个据点，我一定要完成运送援军的重任。就是吧，看吧，击溃你，就是吧。击溃敌人吧，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可恶，这样就无法向洛阳派兵了，该如何向董卓大人致歉才好？是吧，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是吧，但真是厉害呀。Of course, the base supply spawned. Shoma! Nin 就是传闻中从董卓军手上救了村子的。可不可以也请您来帮帮我们？村子附近似乎有董卓军出没，我们想要尽快赶回去。Everybody's glitching out. 但路上或许会遇到贼寇，可不可以请您将我们送回村子 ？If you can't handle bandits, how are you gonna handle Dong Zhuo? 啊，您愿意一起来吗？那我们也会努力不给您拖后腿的。在这里闲话，喂，把他们身上值钱的物件全部扒下来，击溃你，就是吧，下黄泉吧。就是吧，太好了，成功了，兄长。就是吧，就是吧，你手上的武器还挺不错的嘛，好了，给我们交出来。 You guys are idiots.那我们就不客气地上了。消失吧，马上就到村子了。哈，再坚持一下。 Nobody laid a hand on you guys. 谢谢 I am great. 太好了，总算能顺利到达村子了，真不知该怎样谢谢您才好。真想和你这样的人并肩作战，我们会在这里招募愿意加入联盟军的人。有这样的战果就足够了。太出色了，夏侯惇。
No base supplies. Alright. So that's everything. Except this one right here. And then conflict at Luoyang. Where's everybody else now? Did they all get defeated or what? Seriously, where is everyone? We'll restart the recording. We'll be right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Tran Wins Dynasty Warriors 9. I'll see you next time.